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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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兰迪阿曼丑，塔拉斯里热，尤那里，帕柔德巴乌森，按下空格开始。这个好玩吗？不知道啊。同意。请调整几乎看不见眼睛为止。啊，调整配合。小小梦魇二会定时保存数据。啊。好像很好玩的样子，这是单机游戏吗？好像是的。加载游戏。开始新游戏。它恐怖吗？应该不是吓人的吧？应该不恐怖。我就是你的噩梦。你害怕吗，召唤师？WSD 空格跳，发生什么事了 ？Safe 是他是 Safe 他是跑吧？啊 ，Safe 他是跑。哎呦我这游戏二 D 游戏，但是可以上下左右的动。上面有个笼子，但是应该是上不去，据我的推断。这讲的是啥呀？这没玩过一。应该不是，应该是垃圾袋。这咋打开呀？长按左键，再按 WASD 拉动。啊 ，Ctrl 是蹲吧？你看咱这，我是要干啥呀？我这无交流是剧情解密恐怖游戏啊，无交流。我有个皮孩，嗯，还给你皮孩，给你啊。是一者在世。啊，应该是。谢谢二氧化氢的飞机儿，飞喽！没有血条是吧？哪里恐怖？目前还好，还好目前。哎呦啊，这是有，啊，是陷阱，陷阱我一踩，啪，哎，是吧？但这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纯是有病啊，蓝林汉子，踩这玩意儿能干啥呀？这咋办啊？啊啊，这能要过来？早说呀！啊啊啊！拉一手，
飞过去，跳上来。我是要上哪去呀？这啊，蹲下来吧。没有武器啥的，没有。哎呦啊，冲刺！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奶奶来都比这木桶子跑得快。现在干什么呢？现在该怎么办呢？从下面走吧。这完了，这又卡关了。这地方上不去呀。我想想啊，我应该是踩这个石头，然后上，这也上不去呀，这能爬吗？这不行，爬不了。那爬不了，我怎么上这个？没，还好，树洞也进不去呀。不行，这不能看弹幕啊，我得用我的聪明才智来过掉这一关。树豆啊，下回不行跟我说话啊，告诉你们，谁不行跟我说话。哎呀，这个我都明白，一个蹬啊，一个蹬，然后开始悠。哎，然后把这个桥给它好，然后他开始往上上，我们赶紧往这边跳。我说你也太聪明了吧。这太聪明了。这咋走？这是就是大跳一走，这就得知道吧。啊，哈哈哈，摔死了。是吗？摔死了。跳啊，不用大跳，小跳就没事了。啊，你看小跳，不能大跳，刚才大跳那不摔死了吗？对。我先底下有个什么木堆这什么的呢？哎，啥意思？啊，明白了，明白了。那个木头坏了，它不让我蹬，我得往左边点。下来，给我吓一跳！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谁的血？这是，谁的血？那不捡个玩儿吗？没准这个血有用呢，我给它撇着呢。谁的血？这是，谁的血？拿一双鞋。有用吗？老公，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嗨，是是是。你真是个玩游戏的小天才。嗯。玩明白了，真玩明白了。一个鹰给打下去，给打下去。地上有老虎夹，看到吗？不是，谢谢苦难必死披寻花。不是，他就是。答案就天天就是给人解说呗。嗯，是的。什么解说老师呢？对。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把这树枝给它拿出来。哎。然后把这往那一撇。那、哎。这就是我武器了呗，这树枝啊，有武器呀、啊。拽了。再拿个树枝儿。哎呀！吓我一跳，给我吓一跳。哎呀！给我吓一跳。那谁知道里边有东西呀、啊？这很明显啊！我们现在得用这箱子，好像。
不对呀，我们得撇过去给他。哎，谁？啊！快快跳上来！好，这很明显，这些东西他就不能碰。啊，不能碰！哎，不对，这些东西捡着，这松子儿吗？这不是撇了。差不多了，捡起来。我可能得捡一个，还得我还得再捡一个，要不然前面应该过不去。蹲下吧，不对。这也没有啊，那。哎呦！你别老叫，给我吓一跳，吓死我了！给我吓完了，给我吓的。这地方薛飞是有点技术含量了啊，薛飞有点技术含量了。但是这难不倒我。这咋没撇着呢？啊？对吗？好像没有办法拿着东西过去啊，只能这个样子。哎呀呀呀！过关，嗯，这是来到谁家了呀？啊，我发现我们好像有点矮，我们是个侏儒，发现没？你是个小孩啊，我是个小孩，你拉倒吧，你见过这么大点的小孩啊？见过，我小侄子就这么大点。你小侄子就门框这么高啊？反正够不着门把手。那也太矮了。啊，从这边过去。拿个酒瓶子，套你猴子！再狂，推！这屋里有没有人啊？没有人吗？这屋？线团儿，哦，有个小孩儿，把他救出来呗。这小孩儿，我想想啊，那我们得先去右边。这小孩儿应该得要点武器啥的，先往右边走啊。哎，拿把斧子，没有武器咋把门凿开呀？你想不到啊！你看，游戏天赋，没事，我教你。哎！别慌啊，我来救你来了啊！我来救你来了！别跑啊，别跑！快来吧，小鹏宇。
跑了，跑了，追吧，把斧子拿着，别跑，别跑，我来救你来了。这还有把菜刀呢，我把菜刀拿着吧。不行，这菜刀拿不下来，很明显，菜刀得用斧子给它砍砍开。这斧子不够锋利呀、啊！这斧子连木头都砍不掉吗？太地地了，这斧子。上楼吧。哎我，那我拿个木棍子吧。我不要斧子了，我。地上的木棍子呢？把手让我拽掉了。完了，拿不了了，那算了吧。快回来呀！啊，跳不了，那不行，那这斧子不能要，还得撇了。斧子咋撇呀？别跑啊，小孩，别跑！跑啥呢？我这不来救你来？哎呦啊！上这桌子，挺吓人的这。我操你猴子！是不是得跳在脑袋上？好像这个长度不够啊。是不是得跳脑袋上？这谁的手啊？这还给我露一手？不对，应该够，就是这样跳的，差不多。没地方跑了吧？啊！哎呦啊！别跑了啊！别跑了！别跑了！跑啥？一共就俺们两个人。过来，很明显，这是一个陷阱。过来呀！这很明显，我们过去人就没了啊！我们要到他屁股后边。那你跑啥呀？走吧，上楼吧。推不动，右边没有东西。这咋又不跑了呢？一开始为啥跑啊？来吧，这扶我一把，啊，或者俺俩一块拉这个，推，跟我一块推来，俩人推应该就能推了吧？有点想吃蚕蛹啊，这是。不行啊，这个钥匙怎么拿下来呢？有齿轮，但我们需要找一个转齿轮的东西，搁抽屉里呢。这波怎么办呢？左边抽屉有东西吗？嗯，还能上啊？应该是左边有个转齿轮的东西，哎，搁他手里头呢，拿来吧你！哎呦，给我留一手。拿着呀，这卡 bug 了，这是。
哎呦我操，还挺智能啊，他还给我们插上，挺智能啊。这啥意思啊？你跟他一起推吧。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他一我刚才这自己能推动，这啥意思啊？啊，让我上去呗。啊，让我上去。嘿，呀，哎，可以啊，可以啊，这波操作怎么样？还行吧。钥匙咋没了呢？来，让我上去，上不去说明什么？说明这边走不了了，咱得回去了，知道吗？感冒了，不是感冒了，过敏了，不是过敏了，打个喷嚏，这得下去了。那钥匙怎么没了呀？钥匙搁兜里呢。钥匙应该是插这把锁的，你看。走吧，自由了啊！你已经自由了，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一颗心呢，这上不去吗？你扶我一把，上不去，搁这边上，往右边点，上啊！这为啥不上啊？为啥呀？为啥不上啊？哦，明白了，把箱子推了吧，走。俩人能推动吗？这个大箱俩人都能推动，我没想到啊，这我没想到，这居然都能推动，推箱子呀，我能不能推箱子吗？下回不行不行跟我说推不推箱子，这这那那的啊，不用你啊，不用不用。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啊！一枪这人怎么带活带动他的呢？正常不是不带动的吗？这人急啊！那我们偷偷摸摸的，悄咪咪的。笑眯眯的啊、哦！把门推了呀，推门呐，快来呀！别瞅了，快把门推开！别瞅了。谢谢绘图转身的飞镖。绘图吧，谢谢绘图转身，那就应该是这个地洞了。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呀，走呗。哎呦，为啥死啊？枪法这么准吗？这枪法可以。这咋又死了呢？走呗，枪法有点准呐、啊，这个。啊，我差不多明白了啊，来吧。好，你得上子弹吧，小伙子。哎，这箱子。
不是我可箱子后面还得等他，等他开枪，你知道吗？还得等，等吧，打吧，非得等他打完枪我跑才行。谢谢风轻云淡我成霜啊，必须得等他，神经病啊这是。哎，好快啊，好快啊，我们跟着是 NPC 走，你知道吗？我们得慢慢躲，哎，躲吧，这就看不见了。跟在他屁股后边，啊，啊，藏起来，那有个鸟啊，别去碰那鸟。你蒙那么那么厚，你能看清东西吗？没事啊，走就行了。很明显，现在我们应该立刻跑进这个洞里边，知道吗？等他照到左边的时候，我们迅速开跑。哎，进洞。完了，快快快快，快往里往里躲一躲！哎呀，跟我走，快点来，快快快快快！这解谜的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还可以。这有个桥，很明显我跳不过去。过来，扶着我，啊，啊，呀，跟说好的不一样啊！他让我上他背上面，这怎么回事？光线调亮一点，行，看看啊，亮度，调呗，那就这样吧。你不让我上你背上吗？那还跟我这摆手呢？这来吧，来呀！啊，啥意思啊？这能跳过去吗？这也跳不过去呀！拉绳子，我能不拉绳子吗？我刚想去拉绳子，哎。跳吧，那我咋办呢？呼救，嘿，还有喷迷，嘿，你确定你的手够长吗？很明显，你的手可能不够长。或者是我跳的有点问题，啊，我没抓着他，我应该抓他，我忘摁了，忘摁抓了，上当了，跳吧，
快快回来！嘿，好，那上面下面应该都不用去，就往右走就可以了。他又跟了呀。你为啥不跟我过来藏箱子那边来呢？哎呦哎呦呦哎呀，等他再打一枪我们再跑啊。我是不是死了兄弟？应该跟 NPC 一起走的。 NPC 跑得有点快，那 NPC 怎么不等我呢？那 NPC 他自己跑了。他跑得比我快，你跟不上他的节奏呀、哎、我跟不上他跑得比我快。你看我跟他是一直跑的，一起跑的，你看见没有？人家啪一下把我崩了，人家啥事没有，我还得等一会儿，你知道吗？我得稍微得等一手啊，稍微得等一手，或者是咱别着急，你怎么眼神突然之间这么好了呢老哥？我不等你了，你也别等我，我还是得躲一手箱子啊。好，我走了啊。跳，完了。哎哎哎哎呦，再见。嘿，哎呦我操，吓死我了。哎呦，快跑快跑，快跟他跑，你跑得有点快，能不能等会儿我？跳啊，怎么不跳呢？快点藏起来啊。这人无限子弹，你玩男枪还得在商店买子弹呢。不过他可挺能追呀、啊、走了吧，走，跟我走。这是粪坑的粪池啊，化粪池啊，这是正常人格里边一秒都待不了啊！这是男主角啊，女主角，哇，你咋还潜进去了？确实行啊！先等一手啊！啊，这啊要潜呢！哎呀，为什么不早说呢？啊，原来是要潜呢！啊，原来是要潜。那这潜的这么随便吗？我潜。啊！我可不等你了啊！你怎么？快了，有点整快了，就是一下也不能被发现呢，我发现啊，我
们走快点，我就不等着 NPC 了。你咋看见我的呀？啊，还好还好啊，还好我潜进去了。哎呀哎呀，哎，我缺氧了，有点啊，有点缺氧了，等会儿。我那伙伴呢？我以为他死了呢，还好啊。来，给我潜到右边来。这小子怎么知道我们走了的呢？我们走往哪走，他往哪走，他真厉害。你怎么能上来呢？啥意思啊？是推推使劲儿啊，为什么不使劲儿呢？使劲儿啊，你的劲儿呢？你干哈呢你呀？那也忒不舍呀。我有铁来了，打我呀。这个乌鸦他咋听不见？走吧，这一波啊，等他先走一走啊，等他先走一走，这两个乌鸦绝对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走啊，先打一枪。再打第二枪，然后我们进门，我追了，快扶我一把。哎呦，我没有枪了，那你不完了吗小伙子？来，不好意思，时代变了，大爷，时大变了。能出去看看这小子长啥样吗？看看。不行啊，这跳啊。嗯，很明显，我跟他要把这个木板给他推进去，然后我们划船儿，啊，一瞅，划船儿。你们不在水，你先洗一下吗？感觉刚才很脏哎。没事，海里边随便洗。那这不淹死了吗？这。完结了，结束了，兄弟们。通关了。枪为什么不拿走？因为没有力气，劲儿太小了，没劲儿啊。记住，电视和你有关系。好的，
很明显这楼房啊都是一个个的人儿，看着没，都是人儿在动的。船行，你不走啊？嘿蛮，你不走啊？啊？跟我走，跟我走来！哎，真是的，这不得给你拽走吗？还在那待着了，又有一个新的小伙伴了，来吧。你好，怎么的了？解锁成就觅食，这一关会给我吓死，他们说，哎呦我天，这游戏根本也不是吓人的游戏，这能跳进去不？啊，可以。这谁的皮还？谁的皮还？这好像没什么用啊！来，给我垫一下子，上。啊，先把这电视机给拉了，晃一晃啊。起飞喽！不行啊，这还是不够。还？哎呀，这不太对呀，这。小伙伴叫你呢，叫我有啥用？我又拉不过来他，我能把他拉过来吗？我拉不过来，我咋办呢？这有什么用啊？你叫我有啥用啊？你叫我也过不去呀、啊，这我只能跳，叫我也没用，叫我是没用的。先别叫了啊，我这整事儿呢，等会儿啊。开门啊！搁哪的门啊？开啥门啊？很明显，这是应该上来啊！这是应该上来，然后把电视机给他一推，知道吧？然后他就上来了，啥也不懂。哎，还在这开门，开门，看你像门，就这还玩解谜游戏呢？哎呦我天！我到这儿，我再拉他一手，知道吧？啊，来吧！完了，没站稳，不好意思。那你快点跳啊！来吧！这啊，你拽我，不是我拽你呀、啊？我寻你拽，我寻我拽你呢。
小丑竟是我自己。去右边，嗯，跳。谁的衣服？一会儿让他追我们的时候，只穿一只鞋。快走，我要被吸进去了，黑洞啊，这是啊，啊，我得按 WSD 调整讯号。那什么样的讯号是好的呢？这我真不会整，这怎么办啊？啊不对呀，这没对劲呢，这啊，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好像做对了。行了，兄弟们，先玩到这儿吧。预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分解。我给大家一个波波，喜欢直播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明天见。啊，过年好，大家过年好啊！我们明天见，给大家一个波波，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天天开心，万事胜意，万事胜意，年年有余，岁岁平安，越来越漂亮，天天长一厘米，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给大家一个波波，明天见。垃圾桶，俺俩把他给拽走，来，跟我拽。差不多了，哎呦，挺吓人呢。跷跷板肯定能用啊，跷跷板。洛克萨斯之手，维恩有了，小法有了，我们来个莫干辣吧。虽然他们家有个奥拉夫比较克我们。
来个莫干了。这跳跳板指定有用，上来吧，来。你先上来呀。声是不是有点大呀？来，啥意思呢？这看来这个跷跷板并没有什么用，我们还是进门吧。怎么老弹呀？不知道怎么老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弹，很奇怪呀。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嗯，啊，从这里上去，拽呀，爬，对，跟我来。声就有点太小了，感觉。这个游戏感觉挺占电脑 CPU 啊，一玩这个风扇声特大。谢谢西门镇一二三的飞机啊、哦！感谢，感谢老板。应该是得上去。哎，他拿了个桶是什么意思呢？让我踩桶吗？我也拿个桶来，俺俩一起拿。没用啊，拿桶，你把桶给我拿过来。应该是啊，你把桶放下。完事我拽着我拽着，这不对呀、啊，这一会儿再说吧。行吧，怎么从这儿开始啊？这东西可以拉呀，拉了以后呢，有什么用呢？不就是变黑一点吗？明白了，来，我也拿一个，走。哎，门！跟我来。来呀，放上啊。放过去，不是吗？不是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抱个桶是啥意思呢？我想想啊，是不是应该我抱个这个？我刚才应该是抱错了，对，我们抱错了啊，我们抱个那个方块的。啊，我们抱个方块的，
砸呀，肯定不是砸的，我跟你说。砸的，我操！早说呀，为什么不早说？这谁呀？这是，这是要给我刑讯逼供啊？这是咋的了？这啊？咋的了？在这里干点啥呢？有个皮孩，有个屁用的皮孩，先办个石头营。我也感觉是踩地板，但是是跳着踩地板吗？跳啊，跟我。哎呦我操！端过来，狼人，狼人好啊，狼人。来，我让你玩狼人。喜欢玩狼人上单是不？狼人盖伦，盖伦更好。来，狼人加盖伦，两个笨蛋。给我把他拽了！俺俩到底要上哪去？哎呦操！谁？谁？有鬼呀！哎呦！跳上来呀、啊！哎，这跳不了吗？那往右走吧。哎呦我操！这也太不禁砸了，一下就砸倒了。游戏了，虚晃一波。哎呦哇！又有个小孩，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有三个小伙伴了啊，不是两个小伙伴了。别跑了，小伙伴啊！哎呦我操！差点没把我给抡死。这很明显啊，我们追他是没用的，我们应该进这个屋子里，明白吗？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你瞅啥？再瞅，再瞅一个试试，再瞅，操！原来是勾引我上当。我没想到啊，这么阴险。哎呀，全是陷阱啊！啊，全是陷阱啊！这游戏居然会有陷阱，这种东西确实挺恶心人的。上来吧，这指定又有陷阱。我们啊，等一等，
这小丫头的真的有问题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稍等一下啊！从哪开始啊？从小鸭子开始。来吧，我自己走。哎，别给整那些陷阱，能不能解解谜？别老搞那些虚的。哎，我看见一个啤酒瓶子，我再捡起来。我操你猴子！这种时候就应该用东西来看看有没有陷阱，你知道吧？捡个纸团啥的，还看来没有啊？嘿，看来还是没有啊，走吧。纸团呢？捡起来，团没了。我没拽你，你给我走开。我这刚才那纸团哪去了？这不完了吗？躲一手啊！前面这锤子不简单啊，这锤子。太吓人了！哎呀呀，完了，妹妹被妹妹让人给拽走了。你劲儿挺大呀！妈了个巴子的！你丑，你丑，我他妈呀！你丑，再丑，小王八犊子，偷袭我！哎，怎么把它放下来呀？放下来。你过来呀、啊！走啦！把锤子拿过去啊！不行，谁？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钥匙。很显然，对面有问题，先撇个罐子。啊，没问题。发生什么事了？老师教小孩呢啊，老师。为啥呀？这咋看见我的呀？快点的，这题我不会呀，老师，快点。老师的二元一次方程怎么解？
溜达溜达，逃课了。我不要上课。嗯，很明显啊，这个我们得给它拽下来吧。哎，不是，上面有个钥匙，这钥匙怎么拿的？跳上呢？能跳不？哎，这跳不上去怎么办啊？跳不上去，跳这边。啊、哦，明白了，把这书给他拽过来，对不对？是不是给书拽过来？我看看啊，这不对呀，这怎么回事？这也上不去。这里头进来能干啥呀？啥也不干。这可以往上爬，不可以往上爬。不让爬啊，让爬，哎呦啊，啊，明白了，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啊，不是，我想想啊，我先想想。我想想是怎么操作的啊！我想想，啊，明白了。躲起来啊，躲起来！哎呦我，老师你这脖子行啊？这得有几米呀？这老师。这老师个儿挺高啊，拿个钥匙啊，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听见没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哎呀，不行了，老师别杀我，老师！哎呦，老师！哎呦，太吓人了！对不起，老师啊，我好好学习。哎呀，哎呀，无头骑士，我操！套你猴子，追我！别理他啊！如果想理他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把这水管子拿起来，然后把它敲死。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Hey man, can you help me? 耶耶耶！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这。我给你一杵子，没玩好啊！嗨，过来呀！好，我明白了啊！来吧，我先走远点啊！没操作好啊，再来一遍，来吧，哎，我不走远点了，你过来吧。
我操你好我操我操我可杀人不眨眼我告诉你别惹我谁也别惹我我看谁还敢惹我哎往凳子上跳啊咋的了老师打孩子打小孩儿妈摔死还敢打小孩儿哎呀啊不好意思我忘了你脖子能伸了快跑哎呀哎我刚才咋没引起老师的注意呢刚才为啥没引起他的注意啊快跑啊搁这里藏着啊先搁这里藏着好看不好看你就多看一会儿啊这怎么办啊好往上爬别引起他的注意不就完了吗这是不是有陷阱这不简单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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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老师的脖子还得伸一段时间没关系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到楼梯上面据我的推断啊然后跳过去啊不对那就是往右边走那右边走怎么也走不了呢不行啊右边走不了那还是上去那上去那上去没法跳咋整啊这不卡关了吗梯子能推啊早说也没什么不早说你这能推呀哎呦操哎呦天哪吓死我哎呦太吓人了哎呦天哪这么吓人吗？这
下完了吗？快回去，快回去藏着去。没了吧？没了，我可走了。嘿，啥意思啊，老师？哎呦，我守株待兔！啊，原来如此。还会玩啊？会玩，别急啊！我将用我灵敏的脚步。跑得慢了啊，跑慢了，再快一点，快，嘿，就这速度啊，老师啊，这为啥呀？这为啥没过去啊？这里要滑行，摁 Ctrl， 按个屁 Ctrl， 摁什么都没用。别瞎指挥了啊！我已经明白怎么走了啊！我差不多已经明白了。现在他已经是个弟弟了，他不可能再抓到。我忘记抓柱子了，我忘了抓柱子了。现在开始，他不可能再碰得着我。九折水平啊，跳没跳对，不好好学习的下场，看见没有？这就是不好好学习的下场。快跑吧，这就别跟他磨叽了，赶紧撩吧，这快跳吧，这就什么玩意儿掉了？等会儿。山东掉了，快点快点，让我进门啊！咋的了，老师？得他给我开门，我明白了，这门俺们推不动，只能让他给我们推。耶，你把门关上，我咋进去？这里能藏不？这是很明显，这不是让我们藏的啊。他把门关上了，我咋办啊？我这是回去
我得回去写作业呀、啊。我想想啊，推箱子，很明显，啊，这是推箱子。我没问你们，我能不知道推箱子吗？下回不应告我啊，不应给那个直播间有的兄弟剧透啊！我这刚想推箱子，先把门关上。这是进出关门呢。现在是上楼还是往右边，这是一个问题啊，要上楼找钥匙，走吧。能看见吗？没啊，卡了。好了吧，刚斗鱼直播软件卡住了。我把这网页关了。这怎么还有小孩脑袋呢？哎呦，现在该怎么办呢？让我想一想啊。摄像头，行，这放哪都一样，左下角、左上角都可以。不要告诉我，不用啊，我不用，谁别说话啊！我想想啊，我想想，应该这个屋没有用，哎，先拉下这幅画，看见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白了啊，明白了，先把皇冠给他揪了，皇冠放在左上角，哎，就完事了。放不对啊，不对不对，是放也不对，让我想想啊，我想想，都别说话啊，谁别说话啊，我看谁敢说话。我这是什么样的呢？我这是小蛋糕，确实我的小蛋糕应该放在左边，但是现在还缺几个头啊，现在缺几个头，这个头怎么拿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是用这个水平的把它给砸下来。不对啊，这屋应该是现在是进这屋应该没啥用，我们先去左边啊，这屋应该是现在目前是没什么用，你知道吧，我们先回左边的，左边应该能进，右边现在过不了啊。哎，我这谁呀？
是左边啊。啊，明白了，把门口的这个给卸了。你看，这不就完事了吗？我看看啊，这方形的放哪呢？方形的放右边。明白没？这回明白没？这不对呀，这这他妈得卡关了呀，这想想啊，我不要拿下来，你知道吗？啊，明白了，明白没？你们明白没？我明白了，你们可能没明白，我给你们明白明白。哎，明白没？但是还差一个呢，哎，开灯了，开灯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底下有轮，应该是能推。不对呀，咋的了？位置错了，啊，位置错了，放反了啊！我说的嘛。哎，这回就对了。然后拉一波门，这也不对呀。这没问题呀，这怎么回事呢？这灯都好了，这但是应该还差一个，我估计应该是还差一个，不差呀。拉灯，怎么拉灯啊？哦，这么个意思。哎呀，我早就知道得拉灯，你知道吧？看弹幕，我又没让你们发，我都说你们别发别发，那你们非得要发，那怎么办呢？完事我又得跟你们勾留，完事你又说我偷看，我没偷看啊，我早就知道得拉灯。现在我得上哪去？我先把这啤酒瓶子给它撇去。去你妹的！钥匙搁这儿，擦！我现在不看你们弹幕啊，我也不跟你们勾留了啊！这初一我也不跟你们勾留了，我不跟你们勾留了。
你说我也不再看的，我不看了。我就让你看看我们这到底玩的行不行。这明显爬管呢，这得啊。哎，这是爬管的吗？从这边下来没用啊，这边有东西吧？啊，从这边走。从这边走的话啊，把它给拽过来。哎呀，推吧，推推的快。我要出去了。呀，这是厨房啊。啊，小伙子，吃我一勺来，你大爷，这波是又搏战了啊，这波是又搏战了，无法逃避了啊，这得又搏了，跟他们他搁里边尿尿是不是啊？呀，攻击速度有点快呀、啊，这上啊！这个第一个我们先给他暗杀了，别着急啊，慢慢的，好。来，换！哎，等会儿啊，我明白了，他们都有一个前摇，你知道吧？他们都得有个前摇，他们得等一会儿，他们得先等一下，然后再扑，我们稍等一下再抡。我们等一会儿再抡，哎，来吧，这回我已经差不多知道了。嘿，哎，来。还有前摇，来，我杀疯了，夸爪 Q， 还有没？还有谁？给个五杀吧，这，我再来一波四杀，啊？哎呦这，真让人头大，这是。为啥要捡一个呢？我没明白。不太明白啊、哦、明白了，这回明白了，咋呀，别碰我啊，你假装一手吧，倒霉孩子，不好好吃饭，从这边干他呀，我哪有武器呀，干他，校园霸凌看着吗，你别推我，那推我干什么呢？这小孩很明显啊，马上他要掉下来砸到我们，所以我们赶紧离他远一点啊，离他远一点，快走，你为
为什么非得再套一个呢？我没明白了，这是见不了人是吗？现在我们应该干什么？现在应该把罐儿放在这里，然后我们跳上来。不对呀，这罐儿是啥意思呢？这罐儿应该没什么用啊，现在应该上去爬上去。啊，我跳跳哟，嘿，这个罐儿啊别给他打倒了，打倒了又来人了，这谁的脑花呀，这是给他挪走吧，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完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刚才放不下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哎，啥意思啊？拿脑袋，脑袋没用，一看他脑袋就是没有用的，一个挡路的，没有什么用。完了，哎，操作有问题啊，这操作有问题。没事啊，我已经明白了。太笨了，这游戏不好操作，其实它这视角吧，你看着有的时候看这视角不得劲儿。呦，好，吓死我了，我刚想把这罐子给撇了，你知道吗？这脑子明显也是得给他撇了。啊，明白了啊，用这脑子砸一手这个，哎，你看。老师来了，老师，看看老师往哪走啊？我们先分析一手他的行进路线。
走了。哎，我还没过去呢。这他也根本就看不见我呀，除非我整出点动静来。啊，我说的嘛，我不能从底下。